推动县慈松乡的万恩社区，共是东埔社区人数的其中一个典范。对1996年退休时，万恩社区董顺鹏的客家族，每系几米次组来参加社区，共同来维护社区环境，还有生活品质，多建基建作为26年嘞。南怪富群内的白龙抬头、天通路、金山湖树亚条同属文样的景点，每个同慈松带来了同道的商机。是系观光按发展，上系慢慢朝以前谈的交通论上，影响到了采地的农作，韩国居民的生活。每时知道观光同农业相互之间的发展，系产生了一道的矛盾。就算是平常日游客还在一道，今天去天马脱离片相识又想化解天人之间来来去去。1993年的一届天使广告开始，本台东县慈松乡除了米之外，还多了白龙抬头、天通路、金山湖数个代名词。这些游客多了，附近的农耕行为也受到影响。在农忙的时候，会有大型的机械进出啊，然后脚踏车很多的话，或者是游客他们要拍照，或者就是影响那个农机进出的那个动线，也会造成危险。有时候就是常常在田里捡到那种人为垃圾，对，吃的啊、喝的饮料罐子啊，对，然后就常常还有游客会为了拍照，然后进去田区里面，然后踩踏我们的辛苦农民辛苦种出来的稻米。彭聪良是万安村的强农，4年前阿爸过身了后，都将故乡做农，接下屋下1公顷的农地，还有了台农机。因为其间农田就托观光业去，其希望有一日是得以观光作为基础，实施新农教育，本观光同农业取得平衡。不像我都会等待。对啊，等游客拍完，然后我再过去就好。对啊，那就是互相体谅，对，互相包容。那好好跟他们说，他们也听得下去。要装免费停车。天津观光发展，金乡金源村、新兴村住天马街店家越来越多，不但像造成交通乱象，也是发生过几啊百个天马天通车事故。为了确保游客的安全同权益，台东县政府也听听慢车管理秩序条例草案，目前已经送交议会。预计在今年的3月的议会定期会就会去审这样的一个慢车管理的自治条例。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赶快的能够审核通过，让慢车在台东特别是因为它是以观光的运载为主，我们希望提供给观光客一个更安全的一个运送的载具。台东县慢车管理秩序条例草案，主要是希望使得本游客多一份保障，日本业者托管理经营行有所依据。还个重要的是观光同农业取得双赢，地方强下好。客家新闻吴祥平、罗凡新台东报道。